彰化市上少年的市民代表钟瑞瑜，为了迎接母亲节，发挥爱心，将日前预备玩偶收到40,000元，全部捐予彰化市公所社会救助金专户，并且指定每隔2个月送予彰化市西区152号家属二号，为了这家庭来加油，传递温暖的祝福。钟瑞瑜为了让彰化市家属二号囡仔会当有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第3月31号，一个社会爱心举办一场玩偶义卖活动，同时就决定要预备所得，作为彰化市家属二号囡仔儿童节使用。就是其实我们本来一开始有收入这些金额，本来是想说把这些捐款直接捐给低收入户，可是其实金额不是太够，但是我们又想直接发给儿童，而不是直接给爸妈，因为我当然知道大家都是希望可以直接的获得一些金钱上的补助，但是因为我们是针对儿童来做补助，所以就转换成蛋糕的方式，让他们在母亲节前夕可以带回家跟家长一起享用这样子。然后也是希望他们这些低收入户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童，都可以有一份温暖的喜悦这样。主持爱心的两个关键医学提供所社会科长孙培富，还有社会各组成团体或者是个人，多多响应公益，为社会弱势族群持续付出爱心，让大家拢有当感受到社会关怀和温暖。钟瑞瑜代表哈，在我们介绍堂哈，就是要发放给我们西区西区的哈低收入户，一共有152户，那每一户有一份那个蛋糕。这个是我们钟代表他个人义卖所得，所得的话捐赠给市公所，就买蛋糕要发放给我们西区的这些低收入，我们希望说让大家有一个温馨，也希望说这些低收入户能够感觉社会的温暖。彰化县议员张汉天表示，原本预备玩偶所得将直接捐予中低收入家庭，但经过钟瑞瑜代表提议，直接送给两个好小朋友，而且母亲节就要到了，嘛少做会当让中低收入户家庭一个温暖过节气氛。新彰化新闻李炳宏彰化采访报道。